下一位44号张瑞达。两位主持人，叶璇老师，主持人好，现场嘉宾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叫张瑞达，来自屏东，今天要唱《朋友的天气》。爱已经过去，情也无看见，偏偏行到这，搁面对面。缘若到这时，我也袂敢试，偷偷看着情侣的相片。春天刻咱的名字，冬天哪会无看见？今生像一盘棋，盘上做你的棋子，不管要倒位去，完全照你的指示。耐心做一盘棋，点点做你的棋子，爱你的心赢过爱情时，小出那字，行过好位置，恁哪知敢有新的开始？下一位，谢谢。好，接着下来这一位哦，也刚恭喜，口气非常的，也不能说狂傲，口气非常的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以及屏东县的这个精英歌唱知友会的理事长，而且呢，一对外跟你后台呛声吼，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干掉超级红人榜的魏绵哲。他是谁呢？我们来欢迎来自屏东的张瑞达先生，有请。最帅的主持人，三位评审老师，亲爱的乡亲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哇，第一句讲得好实在哈，谢谢谢谢。天天爱着你，亲爱的，不管
谢谢来自屏东的张瑞达先生，谢谢谢谢，好。